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漫山遍野的是茶叶。松阳呢是一个茶叶之乡，所以呢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是种这个茶叶的。这边的环境呢非常的好，所以呢来这里旅游的人是非常的多，所以也变成了旅游和农业结合的非常好的地方。在这里呢，我想给大家抛出两个问题，可以猜一下。一个呢是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个茶树的中间有很多黄色的纸的，这些纸是什么作用呢？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像这个铁杆子，就这个在转的这个东西啊，小风车一样的东西，它有什么作用？知道吗？